日本松竹影片公司出品，生死恋原名爱与死，编剧山田太一，根据武者小路石笃的小说《友情和爱与死》改编，导演中村登，摄影竹村博，主要演员立原小卷、新克利、横内正。第一次见到夏子的时候，他正在打球，打得很好。他那厉害的球啊，好像故意刁难似的，尽打对方的空当。说起来，那一天是我一切的开始，他改变了我。球衣放在衣柜里了啊，我的你大概能穿。嗯，不过很久没有打球了，本来就打得不好。那姑娘打得好。嗯，好眼力啊。不过她人很漂亮。是吗？不行，对不起，太高了。怎么样，那姑娘？嗯，我不惨了。她还是个科学家呢。科学家啊，她在制药公司研究所还上大学进修，真没想到啊。她好就好在这儿。嗯，她还不错吧？嗯，你这家伙啊，让你的女朋友来捉弄我，你可真坏呀、啊！久没见啊，欢迎啊！老梅来看您了啊！听说你回到了海角的研究所了？是啊。你在九州待了很久了？不是高知。哦，是四国啊！啊，我只记得你去的是暖和的地方。您身体真好啊！就剩身体好了。对，在你们念高中的时候，妈妈我还挺漂亮的呢。要到哪儿去了？那会儿你们俩老在一块儿啊，你看看
阿进他设计的这个房子。他可真行啊。怎么说呢，他还觉着自己是个艺术家呢。哪有这回事儿？啊，你看就是这幅招贴画吧，去年得了个年度优秀奖。行了妈妈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可瞒着的呢，在这三年里头光是商业广告片他就得了三个奖呢，是吧？别说了，多难为情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喂喂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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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喂喂。好，再跟大家做个鸭。不是什么正经的工作。说哪儿去了？就好像飘在半悬空上，两脚不着地。你的工作不是挺好吗？慢慢就会变成讨人嫌了。别说泄气话了。的确，不过，嗯，呀，过去还要稍微高尚一点的理想。喂，嗯。这边，这边。我不认为谁都会理解我的这种热情。有的人热衷于收集各种石头，有的人热衷于养鸟，而我过着专心研究鱼的生活，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。虽然孤独，但是热爱鱼的人也许会理解的。世界上不是有各式各样的使人欢乐的东西吗？还是有污染呢、啊、这一带够严重的，附近的人口也增加了。可是在四国的时候怪寂寞的，人多好啊。最近不知怎么怕寂寞。大公先生你怎么了？哦，那就该找对象了。是吗？可以说我是在寻求有年轻姑娘的环境。不过现在回想起来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好像在我心里就只等待着下次了。你好，你好啊。你好，我当不是跟我说呢。为什么？我当你不记得我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再跟他打一盘好吗？嗯，你打吧。那好吧，好，我去打。今天你就别送我了。啊，我坐公共汽车。为什么？每个星期天都陪我，怪可怜的。这有什么，老是扔在一边那可不太好啊。什么？你说他正在换衣服吧？不要紧。当然要紧了。晚上我们要到东京去。是吗？我们去看戏。是吗？那你就送吧。也该给你找个好对象。我自己找吧，不必麻烦你喽。呼呼，那很好啊。走了，钥匙。好，走吧。嗯，那
那么大空先生呢？啊，我半路下来。真不错呀，这是人工岩礁培植的第三年了，是大不一样了。是啊。嘿，大空先生，标本已经够多了，回去吧。你想走就走吧。真伤脑筋，他一到海里就不肯走。他这人喜欢海，他一个人在享受，让我这么晒着真受不了。不过一到星期天我还是要到网球俱乐部去，心里空虚，我不能不去。叫您久等了，真对不起，因为现在会员已经超出了规定的数目。是吗？那真遗憾。真对不起，如果不是会员那花钱就多了。对不起，上次麻烦你们修的拍子啊，已经修好了。你好啊。啊，是我吗？是啊。我还当您已经不记得我了呢。叫您久等了。谢谢。账记上了吗？啊，待会儿查一下。星期四晚上您有没有空？什么事儿？想请您到我家来。请我吗？叶导常常跟我谈起您。他说点什么？叶导他也要来的，你有空请来吧。啊，不过我去合适吗？听说您挺喜欢海是吗？那是工作。请一定来。好，有时间的话我等着您。进去吧。欢迎你们。来晚了一点。没什么，欢迎您来。晚上好。请吧。好。祝你生日愉快。谢谢。祝贺您了。谢谢。不过过了生日又大一岁了。这是你最喜欢的。是什么？那次没买着你还伤心呢。买那么贵的东西？哦，不贵，拿着。谢谢你。我啊，大公先生，这可不行，所以我上次没说是我过生日。一个不值钱的东西，请别见笑啊。谢谢您。对不起。您请。您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哦，又在那儿胡闹了吧？虽然不像念大学那阵子，可今天也到了十来个人呢。女孩子过生日，那些围着转的小伙子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你这个人呢，可真是爱嫉妒。
怎么了？啊，这儿我不习惯。你就随便喝好了。好大的院子啊，你要娶了她够受的。也许是奢侈了一点。决定了吗？嗯，结婚？不，还早呢。你不着急吗？嗯。怎么？不好办呢。虽然没有吵过架，可是不如从前了。约他去兜风吃饭，他来还是来的。看得出他不快活，他对我越来越冷了，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我倒没看出来。因为你一见到他就夸奖他了嘛。啊，我不大想让人知道。嗯，打乒乓怎么样？好啊，这个你比网球打得好。是啊，我还到你们到哪儿去了呢？打乒乓吗？不知道有没有球，好久没有打了，还是哥哥去美国以前打过。你看连网也没收，都松了。嗯，跳舞的人不多吗？人都有点老了。大公先生啊，这是您送我的项链。不大好，挺俗气吧？不，很好。不错吧？是呀，真不错。还有这是你送给我的。谢谢，谢谢您了。进来吧，俩人都溜了，要冷场了。客人在哪儿？啊，刚才还在那儿。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正好到这附近来。上一次招待的太好了。要谢谢您呢。我还带着呢。真是的，这么个小玩意儿。想来看看您做什么工作？我的工作？可以看看吗？啊，不过没什么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没有意思的工作，您怎么那么热衷呢？我有兴趣。给您添麻烦吗？不，那倒不是。那为什么？水族馆您去看过吗？好，我陪您去，请。我外面有车。啊。急了，可是好像看不起我似的。看不起您？我想看看您的工作，可您给我看鱼，是不是想混过去？
说这种话的人是不会理解我的工作的，除非是看了这些鱼能够忘记一切的人，才能理解我工作的乐趣。种族歧视。您在制药公司研究室工作？是的。野岛告诉我的，真没想到。不过还只是给人跑跑腿儿。他们说大学毕业还没有多大用处，让我每周再去进修三天。专业是什么？恐怕您不会感兴趣吧。您是报复。不过啊，看您现在这样，真想象不出您在研究室是什么样子。我倒希望人家能够这样。穿白工作衣吧。对，穿白工作衣，戴眼镜 ，NACL 加 HR 加 OR 加。谢谢您了。没什么。请吧。也许您听说了，我跟野岛是高中时候的朋友，后来到大学也没遇到像他那么好的人。我老家在秋田，是种地的。我在城里的伯父说，要想进好的大学就得在东京念高中。我这位伯父现在也回到秋田了。总之从乡下出来，上了东京附近的高中，在那儿遇到了野岛，我很幸运。我们没有相似的地方，可是好像为了要赶上他，所以我就学了很多东西。为什么您突然要说这些？为什么您要提野岛的事？因为他是您的，不，野岛的女朋友是您呢。让我送你。下一个星期天，我没有去打网球。回想起来，也许是我心里隐隐约约的一种感觉克制了我。我主动地承担了假日里的海港调查，到横滨港口去了。那么后天晚上怎么样？我到研究所接你，看电影去好吗？以后我们不要再这样了。为什么？你心里应该明白。我不明白。我们之间并没有爱情。我很难表达我的心情，但是我爱你。我真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，本来也不想承认，可是现在我是没有爱你呀。我哪儿不好？不是怎么回事，你该明白。我不愿意。再见。等一等。放开我。对过去我还是愉快的。我简直弄不懂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。
这有什么？来，进来。嗯。好大的雨啊！在横滨遇上了大雨，真够受。到横滨去了。啊。临时的工作。是吗？不巧，没有冰。不要紧。哦，对，开车来的。今晚上我想住这儿。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下子的。嗯。我为人太肤浅了。相处久了，缺点毕露。你说什么呀？还是你好，单细胞。你爱好鱼，总笑嘻嘻，没有烦恼。要打劫啊！这么大个儿，还能缩回去？好，打就打吧！是这么回事，但是你以为也倒只是一时冲动才打架呢？他本来就想发作的，也倒他把我们的事讲了那么多。不，只是讲到你们过去相爱过，讲到现在又不了，还讲到他的爱情没变，就这些。那么他托您来干什么呢？也倒不是那样的人。是看着他那样，谁都会忍不住要来劝劝您。我也不相信爱情是永远炽热的，可能会冷却。听说他为您把向往的里约热内卢的工作都辞掉了。您一点也不感觉什么？当您听到您爱过的人被折磨成那样，能无动于衷吗？难道爱情就那么不可靠吗？大公先生。什么？叶道和我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。您对我说这些干什么？为野岛应该说的都说了，好几次我都这么想，没有必要再和夏子一起散步了。
再见。大公先生，没什么，再见。大公先生，什么事儿？你知道八户那边要跟我们订合同了。八户啊，听说要做人造岩礁的试验，怎么样呢？问我们所长愿不愿意技术合作。嗯，八户啊，要两个月呢，好像长了点儿。嗯，危险！把乙醚拿开，快快！灭火器，灭火器，灭火器！来来来，快到这儿，那儿，就那儿。灭了！要出人命的混蛋！请原谅。也许无论怎么说，都会被认为是在为自己辩解。但是，回想起来，总觉得并不是什么爱情冷了，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。在我的周围，确实野岛是最能吸引我的，所以我才把对野岛的感情误认为是爱吧。但是从心底里怀着这就是爱这样明确的感情同野岛相会，可以说一次也没有过。难道这就是爱吗？难道这么一点点心潮就算是爱吗？我心里始终这样怀疑着。现在也许你会认为我轻佻，但是我的心里有了你。讥笑我吧，蔑视我吧，说我是轻浮的女人吧，我自己也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这么说，但是我的心里有了你。大公先生，别紧躺着，来帮帮忙吧。对不起，这真是意料不到的一封信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但愿我能到一个既不接触夏子也不接触野岛的世界去。石田，谢谢你。谢谢你了。没什么。再见。再见。你看游艇比打网球好。谢谢你。好的小伙子，是我哥哥游艇组的新手，哥哥说让他们上吧，他当然听了。您哥哥是老运动员。早是了。下一次我还想来。可以。夏子生日那天您约我来这儿，您瞧我多不客气。到这时候还解释啊。你呀、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在这儿干嘛？我等大公先生。哦，这么回事。找我有事吗？
是。大公先生回去，可以吗？啊，好吧，再见。再见。谢谢你啊。别客气。我的信，你看过了没有？啊。那就狠狠骂我一顿吧。那封信，还是忘了吧。野岛的事，我也不再说什么了。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请停一下车。我只是为了想说这个，才上车来的。你想到哪儿去？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？你看你在心里写了些什么呀？你说你不爱野岛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可是你把我扯进去干什么？野岛知道会怎么想，你考虑过吗？我说清楚。我这个人绝不会追求朋友的情人。我就是喜欢你。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。我有什么呢？既没有钱，又没有风度，不是像你这样的人所追求的对象。可能的话，希望你再考虑一下野岛。下去，要下就下去吧。野岛的友情越是深厚，就越被野岛所爱的人吸引过去。对这件事，就连我自己也无法摆脱。那当然好了，不过你不是刚从四国回来吗？所长，您不是说趁没结婚的时候多看看海吗？你真能去吗？请您考虑。不过听土井说，啊，可能四国太寂寞了。据说你回来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去找女孩子玩，多不好意思这话。我的方针并没有变，北边的调查船要人就去。南边的渔业培植要人我们也派，哪怕经费困难一点，只要年轻人肯出力，
如果取得成就，还不是研究所的财产呢？是。两个月，你看呢？可以啊。好吧，上级批准还要些日子。是，麻烦你了。晚上好。去走走吧。我不是说过不要再见面了吗？是不是你讨厌我？我不是在说这个。你讨厌我？我就是喜欢你。你不是为了赌气才说这个话的吧？这话太伤人心了。你就这么不能理解我的心情？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不是讨厌你，不过，请别再提野岛的事。我就要到青森县的八户去，要去很久。你是想逃避我吗？是的。那就是说你很喜欢我，所以才逃避我，是吗？倒不是我自己觉得怎么样。我就是想知道你的真心。我喜欢你。瘦一点，野岛。就是这样难以驾驭啊。就这样，我和夏子常常见面，没有多久，我们已经是难舍难分了。
导演呢？哦，哦，对不起，这不是在玩儿。哦，对不起，再试一次。哦，对不起。哎，行行吧，这是在工作。来，再试一次。预备，一，开始。事到如今还找我干嘛？我不解释了。从那以后，虽然还不到半个月，不过我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这些事的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我认为不应该再含含糊。我想结婚。这样做背叛的，可我是认真的。我跟他认识的时间并不长，就说什么认真，听起来也许太轻率了。但是，你完全理解恋爱，并不在于时间。首先，你想，我能随随便便的背叛你吗？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虽然不敢相信，可就是跟你争，我也要得到他。跟你说这些，真不像话，是无耻的。可是我绝不会使他不幸。那你要我说什么？不，我想在求婚前告诉你这件事。告诉我，你就好受了吗？要结婚，要干什么都随你的便。那好吧，对不起你了。大空，这样把我的事忘了吧。喂，是的，他在。好的，夏子小姐。什么？有个叫大公的来找你。爷爷，瞧你那副高兴样。大公这人是女的吧？那谁知道啊，男的可不行，这会儿在工作，劳驾沸腾了给关下火好吗？你可真厉害。喂喂，这可不是煮面条啊。对不起，你来了真好。从水产厅来，路过这儿。啊，怎么了？你有心事？我到四谷去了一次。四谷？野岛在那儿工作。你又提野岛了。我说我想跟你结婚。
我去挨揍的。我担心他不肯揍我。叶导还是揍了我。他说就这样把我的事忘了吧。是吗？跟我结婚吧。一个月以后，我们出发到秋田去，到秋田县脚管町去。那儿是我的老家，为了让夏子见见我的父母。对了，在这次旅行之前还发生过两件事。大公啊，出差通知，如愿以偿，到八户去。啊，怎么这个语气啊？啊，不，这事真麻烦您了。这两个月在东北地方找个对象吧。是，谢谢您了。另一件事是去拜访夏子的父母，问他们是否同意我们的婚姻，虽然这事比较难以对付。关于你的事已经托人去了解过了。是，没有问题。我也是从小磨练出来的，根本不把父母留下来的财产当回事。你怎么说呢？夏子她是我的独生女儿，你当然不会不知道啊。我知道。是吗？你知道了还要我把女儿嫁给你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而且你想要我乐呵呵的说好好，是不是？是。你知道吗？没有一个做父亲的会乐呵呵的把女儿给别人。哎，你呀，做母亲的总像自己要出嫁一样心神不定。我什么时候心神不定？夏子。哎，你呢？当然也想和这个小伙子结婚了。那当然了，这还用说？所以我才说当然嘛。你真的想嫁给这个工资低又是养鱼迷的年轻人？是，爸爸。你这个娇生惯养的姑娘，能住着工房，每天自己淘那么两三罐米煮饭，切切萝卜干。什么萝卜干？才不会呢，爸爸。可以想象，邻居的小孩哇哇的哭，屋子里漏雨，还要让看房子老头挖苦几句。我不在乎，爸爸。结婚可不是两天三天的事儿，你没有那么大的耐心，这个爸爸最了解。可是我能忍耐，我已经变了。你呀，妈妈不要插嘴。可是我全明白了，本人愿意，父母有什么办法？总不能把她装在箱子里不让她出嫁呀。我是希望让爸爸看着喜欢再结婚。你想的可倒好，女儿出嫁做爸爸的无论如何也不会喜欢。爸爸。不过女儿总是要出嫁的。是啊，克制一下感情吧。祝贺你们。爸爸。谢谢您了。
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，如果让他受苦，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是。谢谢爸爸。今天呢，我就怕大家来评头论脚的，所以事先嘱咐他们别来了。可是大家呢，说什么也要来瞧瞧我们熊二的媳妇儿，结果还是来了一屋子的人。你可不要见怪呀。哪儿的话？熊二在信里跟我说过，我当时一口答应了。也许我太宠她了，既然是熊二弄来的女人，既然是熊二选中的小姐，我们也就没什么说的了。我早就是这么想的。熊二这孩子。啊，什么奶奶？熊二这孩子从小就比别人聪明得多，生在这个家里真有点奇怪。有什么奇怪的？我在学校做的作文不也是被选为学校代表到大区朗读过吗？这种事儿我也有过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呢聚到这里来呀，可是没有一点儿想要对你品头品脚的意思。你们不是一直在说东京姑娘这么好那么好？说哪儿去了奶奶？前三四天大家就在念叨姑娘是什么模样。什么呀奶奶，现在看来是有那么一点品头品脚的意思，可是见了夏子小姐我们就没什么说的了。特意回来真是太好了。我们呢只有向你表示我们热烈欢迎的心意。谢谢你。熊二。什么奶奶？把媳妇儿带回来了。啊，奶奶，一提起熊二就起劲得不得了。来，夏子。熊二这孩子，从小的时候起，只要一吃肉，他可就要闹肚子。所以你们成亲以后，你不要老给他做肉吃，你多给他做点新鲜的蔬菜吃，拜托你了。爱情是怎么来临的？是像灿烂的阳光，是像纷飞的花瓣，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？也许我被非常平凡的事所感动，我真没想到跟一个人认识了，会在我面前展现了这么一个崭新的世界。不但认识那么多人，而且还成了亲戚，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。一下子同那么多人见面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好了。在乡下说来都来了。这个地方也一样啊，脚管这地方过去连听也没听说过，现在也变得这样亲近了，就是将来回到东京以后我也会。
怀念这地方。这可不像你呀、啊。真的吗？这么淳朴，真得瞧瞧你。瞧瞧什么样？像个温顺淳朴的妻子吗？看不出来。可是我现在的心情倒挺纯的。真想拥抱你。就在这儿。说实在的，夜里也真想同他待在一个房间里，但是在父母跟前不能那么做。为了将来充分享受新婚的欢乐，我们也愿意暂时克制一下自己。休息吧。亲爱的熊二，这是我从东京给你写的第一封信。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，可是已经约好了不打，所以只好忍着。正像你说的，如果能打电话，那就会天天打的。就像老年人许愿常常要忌讳茶那样，为了我们俩未来的幸福，我也克制一下听你的声音。谢谢你的来信，工作刚开始，所以很忙。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海底调查，准备存放人造岩礁。可是到了晚上，就只想着你。到了晚上才想，我可是从早到晚都想着你呢。你这个鱼迷，今后为了这千千万万条鱼，我得吃多少醋啊。我真后悔在盛港车站同你分别，不是后悔那样的分别。开往东京方向的快车就要开车了，请送客的人马上离开车厢，列车就要开了。好，每天来信，多保重啊。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发电车站。我为什么那么轻易地跟你分别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管他是月台还是什么地方，当时我为什么没有紧紧地拥抱你？为这件事，我不知道后悔过多少次。我为了发展 K1.202 引入氯原子合成衍生物，这个改良九号就要完成了。我这样说，恐怕你也不懂吧。今天没有接到你的信，是送信的没送来，还是你太无情了？你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理解，
当我从船上回来，发现没有你的信，我是多么失望，多么沮丧啊。还有一个月21天呢。像灿烂的阳光，是像纷飞的花瓣，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？爱情像暴风雨一样，下次你我都无法抗拒。但是想到现在的幸福，我对野岛总感到内疚。从现在起还有1个月13天，时间过得多慢呢。还有1个月10天，还有1个月8天，还有1个月6天了，还有1个月3天啊，怎么这么长啊。叫我怎么办呢？还有1个月0.2天呢，那么多的日子简直要昏过去了，恨不得马上就飞到你那儿去，真的不能去了。田舎なれどもさえ南部の国はよ。我们宿舍里一共住着5个人，都是从外地来的。有3个人结婚了，另一个比我年轻得多，可也有女朋友了。大家都盼着快回家。如果你来了会怎么样呢？为了羡慕我，他们非痛打我一顿不可。但是，对了，但是仔细想想，还有1个月就要结婚的，除了我还有谁呢？可我还有31天不能见到未婚妻，未免太残酷了。对了，快来吧，立刻就来吧，到机场去，接他一架飞机，一直飞到8户机场来吧。决定不来了，我忍耐着，好让我们在东京相逢的喜悦增加10倍、100倍。再说，正好我们的研究项目就要完成了，在结婚之前，如果这一研究能成功的话，我在婚礼上该是多么得意呀！夏子，我到石河田湖研究所去了2天，拜访了老前辈。真美呀，在一个个美丽的风景里，似乎都有你的身影。
连我自己都奇怪，你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无论走到哪儿，总是感到你和我在一起。结婚以后，我们俩再一块儿到这儿来。谈来谈去，谈的只是我们俩的事，谈我们的爱，我们的梦，我们的明天。真的可以这样吗？到现在，你怎么还在提野岛的事？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？要是我失去了你，叫我怎么生活下去呢？爱情，也许本来就是丑恶的，它不管别人的不幸。只要自己幸福就行了。我还是要说，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？确实如此，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？好不容易剩十天了，我从心里盼着你回来。你怎么会这样温柔？是把锋芒藏起来了？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像个骄傲任性的小姐。我变了，由于你的缘故，我变了。夏子，真想见你，真是想见你呀！我要清清楚楚地写在信上，我爱你。我们两个人，在这么多人中间的两个人的结合，是件那么不容易的事，这我还从来没想到过。终于只剩两天了，这是最后的一封信，我再也不愿意写信了，真的不愿意。我等待着有声音、有眼睛、有脚、有手的你，早些回来。一个骄傲的小姑娘变得温顺了，我不想破坏现在的幸福，不敢得罪上天，屏住呼吸，静静地等待着你归来。你们早。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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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。大公熊二先生，电报！大公先生，来了！快，尽快回来！我以为电报内容一定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平静地把电报拆开了。
今晨失事，夏子死于爆炸事故。今晨失事，夏子死于爆炸事故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任何悲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，这我知道。但是，我自己会有这样的遭遇，我怎么也没想到。夏子，我也想一横心去死。为什么我还要坐飞机？为什么我还要换衣服，拿了皮包，坐在飞机上？小姑娘变得温顺了，我不想破坏现在的幸福，不敢得罪上天，屏住呼吸，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归来。龚先生正在等您呢，先生他说今天晚上守灵，静静地等候大龚先生回来。哦，请吧。这件事实在太残酷了，所以我没有勇气给你打电话。想象到你读电报的情景，我都想放声大哭。对不起，您别这么说。
伤心过，说是同事的不当心，切，一个人原来是这么容易就死了。夏子是那么健康，他急不可待的等着和你结婚的日子，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想到会死，至少这一点他还是幸福的。不这么想，活下来的人怎么受得了？死去的人既没有不幸也没有悲哀，一个人死去了，那他也就是完全解脱了。你要这么想好吗，大公？惋惜死去的夏子，那是活着的人的心意，可我是这么想的，夏子他什么也不知道就死去了，活着的人只好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。这是夏子的遗物，是你送给他的东西，我知道夏子非常珍惜的。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可悲呀、啊、找你半天了。走吧。